好，那我挑战睡的看看。是啊，有初音造型机哦。那个是当应该是当初初音跟电脑战机合作，然后出的一个 PVC， 然后好像人气还蛮高的。再来。好，我们就派那个孙权上去就好了。还有曹操。啊，其他的人就全部归在黄色的地方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敌人会入侵的。要怎么担心别人会入侵，把自己围起来。结果我进不去了。这是用睡的看看。你也去啊？不是，我们的初音也去。虫っぽいの来ましたね。屁股撞人，走呀走呀，大魔杀的速，こうなりゃ出たとこ勝負で行くぜ。おら、こら。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
言葉も持たぬ者に理想を語っても無駄というもの。滅びるがいい。超邪恶的感觉。この程度の腕では弱は打てぬ。我决定用小招就好了，感觉用大招也打不死。再来再来再来，哦，不是叫你打这边啊。この程度なら私にだってもう逃がさないわよ。この距離なら届くわ。お願い言って。化け物から世界を守るのも正義の味方の務めってね。バレットアーム。はあ。其实除了阿法系列，我还蛮喜欢用二线角色，就那种非主角型的。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威力没那么高。然后，但是他们的一些特性都还不错。像这个他招才消耗一焰石而已。战机，哎对，来了，出现了。太多了。哦，把它打到20%以下。習うより慣れろってな。居場所さえ分かりゃ。刚刚搞错了，直接把他打死。
现在我们的孙权等一下用第一招就可以了。反应弹。バカにしやがって。啊！被打到，被打到！今回かなりいいテンション。狙いは正確に。好像过几话，我们的初音会再学到更强的一招。快回来好了，不然我看到会怕怕。お前たちの目的が何であれ、俺の家族を傷つけるのなら、行くぞ。我が一族の奥義。ミク打下去是一万三。十連覇。看这招如何。一万四，哦，超越了初音。六五两百九，射击跟格斗相比，
而不是减十。曹操が切り開いてみせる。その魂ごと燃やし尽くしてやる。大グレンダン。どうして地球を狙うの？ローマ他也蛮痛的，可是他是应该是这鸡蛋里面所有最软的。看一下断弓炮，俺だって。葵さん、前から来ます。 OK、 こっちも正面から行くわよ。弾空砲で行くわ。アブソリュートアクティブフォースジェネレーター安定、行けます。弾空砲マキシマムレベル、シュート。目覚めが悪いからな。切れ味は抜群だぜ。好きだ。这一个爱心，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一个基站竟然会加，差一点就爬掉。一个基站会加这个系列。可以看一下这个。私の歌聞いて。反击。いくよ。ヘルシー。このこの。打巴掌。ヒップで。用屁股去撞人。危なかったかな。
葱能出粮呀、啊？招牌啊，这是他的招牌，大葱，一定要出来的。还剩下还这么多，对方所有能力值上升20。内蔵システムを作動させる。太好了，他完全没被加到。射击299，都快要300了。化之器，集阵数要300，快到了。回避，今こそ闇を晴らす時。仙山还算不错。カートゥーンみたいにはい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。ヨーマンブラスト！ワッソ！我知道巴特是暴烈。
刘备用青龙斩才等于顺拳放那个最简单的牙王剑。敌人剩下这四台。再来，言葉も持たぬ者に理想を語っても無駄というもの、この魂ごと燃やし尽くしてやる。刺されたと魂大極炎弾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哎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搞定。一起唱歌。我记得这个情节好像在在视频后面才会出现，然后这个女的蛮变态的。270一発勝負だ。待ってろ、絶対に助けてやる。ハルト君、ハルト君、到剩一滴。我记得我在立的时候还看到他，那他就这样趴掉了。好，他没事，他没有事情。延续行动，气力界限突破。
你也来用气力这些突破。刹那，需要变强了吗？好，下一关。